哇，这个汗毛都立起来了。对，首任杀父仇人吴磊在《星汉灿烂》《月升沧海》中，张力十足的复仇戏演技炸裂，看的童剧演员忍不住拍手叫好。而且这个声音做的好棒哦，那节奏好强哦。哇，看人很催泪，我觉得。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高能的一个片段了，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在观察磊磊的表情，磊磊的那表情完全是入戏的表情，刚才脑海当中在想什么？我想起来那段时间吧，就是拍那场戏的那几个大夜，然后确实挺说什么挺痛苦的，挺痛苦的，对，并不太开心的几个夜晚，每天都在。你特别拧巴的去带入那个情绪，我想当初因为太入戏，跟着角色一起陷入痛苦中，而透过幕后花絮也可以看到现场拍摄时的戏剧张力。你若父子一场，你若要杀我，你是师父，你就不怕被阶下人唾弃？我一步步走到此，只要能替护我是口头，而武汉，记住，我姓雷，姓霍。 你来干什么？当时拍我师父那场戏的时候，杀我父亲的一瞬间，那个烧伤就要进来了。然后我跟导演说，让他晚点进来吧。我杀完他之后，给我留个15秒表演时间，就是我对那个角色的心疼，我都留在那空隙里了。大仇得报的那种快感，很有失落和空虚感。他在完成了人生最大的梦想的那一瞬间，又失去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。 就那种大起大落，就是我觉得真的还挺心疼这个角色的。你不该来的，你究竟是谁？ 无论我是谁，我对你的心都不会变。透过眼神展现多层次的演技，吴磊对情感拿捏掌握精准，不仅引发观众共情，也为自己在《星汉灿烂》《月升沧海》中缔造出名场面。完全乐，今晚无报道物，你我从此诀别。 再见。